全心吃大便仍然在继续，我也没有再和他聊过，因为呢，他对我总是爱理不理的。人家流浪猫都逃走了，就是因为你要带它去绝育。妈妈，你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为什么我不愿意和你聊天？那个猫太有性格了，宁可饿肚子也不愿意绝育。我觉得挺好，猫条我来吃。蛤蜊太多了，我不喜欢。你放着，我等下帮你吃完。果然，甜心去刷才哥的碗了。还带蛤蜊，我都不喜欢。开一个西瓜，我们分享一下。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苹果和西瓜。哎呀，黑鬼又是第一个吃。妈妈最喜欢我了。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的西瓜干完了。傍晚带着狗子溜达一圈，一个金毛没有牵绳。你把绳子牵起来，别打架。我不能看他们不会牵绳，人家根本就没有带绳出来这里的人，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的。老头让人家牵绳，实际是人家就是压根没有绳子。动物沟通做多了，我发现很多人习惯呢是开着电瓶车带狗出去玩，是真的就没有绳子，然后突然有了个偶尔就是狗丢了。进院子先喝水，白天能出去溜达的日子马上结束了。五月一到，在家闭关，甜心到家睡觉，小美也累了，不停地喘。体力担当发财哥表示没有玩够，他们都是没用的家伙，我还能去另一块草坪再玩会。老头今天简单做了一个晚餐，韭菜炒鸡蛋，白灼赖尿虾。